来混，迟早是要还的。杨紫在自己的电视剧《香蜜沉沉烬如霜》播出时，召集了娱乐圈内诸多好友帮她宣传，自此也看出了杨紫强大的朋友圈。而等到杨紫的诸多好友中有人需要宣传影视剧时，杨紫也义不容辞地帮忙宣传，还之前欠下的人情。比如说最近她就在帮马天宇宣传她的新剧《梁生》，我们可不可以不忧伤，香蜜沉沉烬如霜的余热还未散，大家也依旧沉浸在杨紫和邓伦的 CP 中无法自拔。而杨紫的新剧《蜜汁炖鱿鱼》也已经杀青，虽还未定档，但她和男主李现的搭档也十分令人期待。杨紫李现 CP 感十足，相较于杨紫和邓伦的 CP 感，小编导认为杨紫和李现的 CP 感更足一些。首先是外形，杨紫是属于甜美型的长相，邓伦是走偶像派和花美男路线的，两个人站在一起没有什么特色，并不出挑。而李现稍带硬汉风，眉宇棱角间总是隐隐透着一股英气，让人移不开目光。他和杨紫站在一起，首先有了反差，这就十分相配。其次就是身高，虽然邓伦和李现的官方身高都是185厘米，但是杨紫就是衡量他们的一把尺子，跟李现站在一起是最猛身高差，和邓伦却只是。还有一个是年纪，杨紫跟邓伦是同年，邓伦长得还比杨紫显小，李现就不一样了，李现比杨紫年长一岁，看起来较杨紫也成熟稳重不少。最后一个是经历，杨紫和李现都是有过从胖子逆袭成瘦子的经历，他们都有过自卑不自信的时期，他们的共同语言应该更多些。李现比邓伦更多的是熟男魅力，邓伦比李现更多的是偶像魅力。两个人都是好演员，跟杨紫也都是戏里的好搭档。从没有把自己当明星前一段时间，李现最吸引人的新闻应该就是他骑了辆电动车被媒体拍到，却被媒体写成曾经爆红的李现，如今却只是靠着电动车出行。这让李现倍感无奈，同时也觉得很无聊。李现算是个很励志的男演员，他初二时体重160斤，是个大胖小子，到了高三后他通过减肥体重慢慢降了下来。他有过两次高考的经历，第一次成绩不理想，